面对全场的小朋友跟家长，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梁最喜欢互动的话题就是基隆特有的室内儿童乐园，小朋友的回应都相当热烈。小爱爸爸想问一下，小爱爸爸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弄了一些儿童乐园，在信义儿童乐园，在七堵的儿童乐园，那今年开始又有了中正跟中山的儿童乐园，有去过这些儿童乐园的举手看一下好不好？哦，好多都有去过了哈。那好，首先放下来。那个中正儿童乐园有炮台，然后这个中山儿童乐园还有旋转木马哦，这是最新才开的。有去过，现在换了，有去过中正或中山，就是看过那个旋转木马的同学举手看一下好不好？啊，这么多已经去了，那你们喜欢吗？喜欢。OK OK， 你们是大班了，你们要赶快玩，因为那个小爱是我女儿，是大你们一年，她现在慢慢不想玩那些地方了哈，所以你们趁大班的时候赶快玩得开心一点。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梁说，今年度将会全力完成全市七个区的室内儿童乐园，等每区的室内儿童乐园完成后，也预计规划相关的活动来串联七座儿童乐园。那我们今年还有三座要来开幕，等开幕了小爱爸爸再带大家一起玩好不好？好，然后我还想推，就是等七个都玩过的哈，我们还可以集邮啊！我这要今年要做这个计划，七个都玩过的，我们七个就给你盖一个小印章哦。然后等到七个都印章都盖了，再送一个小礼物给大家，好不好？市长谢国梁希望透过各种系列的活动，带动亲子之间更多的快乐互动，让基隆充满温暖的童年回忆，来打造亚洲最有爱的城市。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